就非常有意义。U 等于 U， 就是说，如果病毒量测不到的话，其实就不具有传染力。那感染者就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，啊，生病了以后需要住院治疗。那我们对待感染者的这个治疗，就跟我们一般的病人一样。谢谢。到了一个 U 等于 U 的世代，所以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活动，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，大家都能够知道 HIV 感染者他们现在的处境。啊，在走向这个 U 等于 U 的世代的时候，其实我想对待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平等，然后尊重。啊，我们有就医权，我们有就学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权利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，谢谢大家。友善医病，让爱发生。U Cafe 友善医病，让爱发生。U Cafe 友善医病，让爱发生。U Cafe 友爱医病，让爱发生。